这一段时间工作强度大，经常感到肩颈不舒服，严重的时候还有些头晕恶心。懂的都懂，这是颈椎病引起的不适症状，缓解方式就是按摩加热敷。按摩能让颈部的肌肉进行放松，热敷可以促进颈部血液循环。我用手按摩没几分钟就感觉手要废了，看来还是需要科技和狠活才行。颈椎按摩仪安排上，对于挑选颈椎按摩仪的品牌上，我都没有犹豫，那必须是王一博代言的 SKG 啊，大品牌，质量有保障，最重要是这也是王一博的用心之选。型号选择的是 K52 尊贵款颈椎按摩仪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款产品是按摩加热敷，简直就像为我量身定制的一般。而且这款产品足足六个电极片，在 K5 颈椎按摩仪的基础上增加了一组，按摩效果更胜一筹，整体摸起来光滑有质感，拿在手里很轻盈，戴在脖子上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。六个电极片呈椭圆的形状，能更大面积的按摩颈部肌肉。最赞的是送了一瓶啫喱，使用之前涂抹在按摩仪上面效果更佳哦。操作简单方便，复合键开关热敷档位控制，滚动键控制模式和力度档位选择，滚动切换，即便是老人也能轻松上手。六个电极片很贴合颈部线条，按摩范围也扩大了，颈椎后侧的肌肉群几乎都能覆盖到，按摩起来整个人特别放松，又让人感觉到很舒服。五大按摩模式加六档力度调节，捶打模式、综合模式、牵引模式、舒缓模式、揉捏模式。我最喜欢揉捏模式和捶打模式，有节奏的揉捏和捶打按摩，颈部有种酥酥麻麻的感觉，紧绷着的肌肉慢慢的揉开了。按摩完以后转动脖子，没有嘎啦嘎啦的声音响了，整个人都放松下来，一扫疲劳，感觉我又可以了。三档热敷分为低档、中度和高档，我太喜欢热敷功能了，颈部暖暖的，太舒服了。事实证明，相信王一博是正确的选择，并且是物超所值哦，准备给爸爸妈妈也安排上。